你即卖算大伯都要生囝，对。我甲你讲啊，起啊加减运动，听无啊？我若催准啊来，就随甲医生讲，院长随教伊申请甲恁生，吼，紧急咪行到慢嘞，行到慢嘞，对吼安尼。哦，你也看卖啊！哦，阮家有做妇幼医院，那查某的来遮生，月内才好出去，身体拢健康。啊，毋是透摊我这间病院，我做院长，礼拜拢生查甫的，大家都查甫的，对不？所以开这连体嘛好呀，介绍又在我讲的，我拢包办。未生包甲会生生查甫的，安尼倒转去，对唔？啊，你看这，你来啊！哎，这，大刚食这么侪物件，这么啊青草，哦，对啊，我食袂落啊，食袂落啊，食袂落，爱去运动去，好啊，这女主角，哦，拄好打生两礼拜尔，你看卖，等我这生，你看卖啊，你有看无？你有看无？打生了两礼拜，体格就安尼，你有看无？哎。对不对？哦，这无简单。我来讲，伊入来生拄个独独，我这间病院拄个一万个，拄个生一万个查甫个。哦，你恢复了真紧哈。对，这恢复了足紧嘞，这体格足赞嘞。拢在骗钱。啥物？啥物骗？啥物话？啥物骗钱？你唔是讲拢在包个？对啊，拢查甫个啊。什么查甫？我着生查甫个。啊！就干那，你生查某的尔？你大细胞哦，是安怎？伊就有鸡腿，一支鸡腿，搁一粒苹果。啊，我先来食青梅配小菜。啊，你就生查某的，你的饼会饼较济。生查某饼会饼济啊！我卡增加呢，伊卡增加呢。只要我胸坎一个生落，拢平落，啊，伊搁颠倒倒少。你唔忙啊？你讲呢？之所以当我这个妇幼病院，我这拢唔够哦，伊安尼。运动有避风啊！有避风。我拢看，大不管是拢食一碗乌乌迄啥。嗯。哦，一碗。对啊。这汤就补的呢。啊，现在我无，我就白开水。这个麻油鸡，麻油鸡。补身体啦。这个叫做黄金水。我咧大杯做咧。你拢骗人的啦！我咧生查某的，我咧当时要哪交代啦？查某的你就爱考虑。搁录啥？恁翁姿势唔对，对不对？我当初就甲你讲，你就爱互我包，你就无爱。你今仔会使出呢啊？啊，出呢啊！我搁咧做月内呢。好啦，你月我。哈？你月我？卖啦！没。翁来啊，翁来啊！老公，老婆乖。你血痛哪里啊？老婆乖哦，不要哭。讲拢会生查甫的，啊！你着知影讲，咱当迄搭着是要放我这个查甫啊，结果你白讲，大家拢生查甫，讲我生查某的。老婆乖，没关系。啊！即马要赶我出去免啦。唔敢啦，我甲你讲，查某的好，查某的大心。啊！佮有人讲哦，查某囝是爸爸顶世人的情人呐，人我上该情人嘛，对吧？我伫这边啦，你是咧看倒一边啊？小乖乖，倒过来。我情人即马伫个迄个内底咧食冷啦，情人。哎呀，搁较好有啥物路用？生宝啊，毋是替别人饲宝。啊，你，别讲话，讲话，你有听无啦？无啦，爸，你莫紧。生查某就是咧替别人饲宝啦。无安尼啊，以后吼，卖互伊嫁，卖互伊嫁，就袂变做别人的宝。卖互嫁要做老公宝啊？没啊，就亲像我安尼啊。水母的，我给你招呀，对吧？我话乖嘞，哈是找无人哦，才招你的啦。啊，恁这个翁婿，你要招找无人，最好再招伊哦。就是安尼，才会生查某的哦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诶，我多少年前有听到说，你跟伊出院哦，你敢不知影我某是啥物人？恁某啥物人拢唔管啦，都反正。我某就是恁一间吼。正经医疗中心，不是这医疗，是医学疗护中心，迄个地主担当的查某囝在等啊。就是我这间病院迄地主，
我好嘅人，查某囝呢？陈小姐，翻译者，翻译者。我比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这，我讲你叫伊就麻油鸡吼，用做迄个贡，去推贡，还可以推贡。你们家有鸡吧？对，有。啊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我唔知道你叫陈家小姐，翻译明仔载去采，我来讲，佫特别加倍，吼，啊，较紧甲你做调养好，无你打生了大波多汤，我莫卖敢帮啦。人伊个生了，你有看无？哦，你有看？哦，伊帮伊哪要紧啦？哦，嘿嘿嘿。等下，哎，刚才时间到啊呢？刚才咱早起爱食零啊呢？啊，食零爱外公，啊，你外公你是担当个早起。对啊。这单代志，一定要本人来服务。服务啥？你要我食牛奶，还要食人奶？人拢嘛讲爱食人奶，身体才会用。不是人奶，后过遐囡仔较亲。你都在等我啦，我等你哦，莫拜拜。哪里？好，你乖，你乖，你乖。你坏坏，你坏坏。坏我坏坏。嗯，是安那？你要我跟恁某住同一间房间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你唔捌啊。上危险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而且。我是专工来看你，我是顺线才看伊呢。咁真实嘞？当然嘛，真实嘞。嗯，我就知我上爱你啊。而且我跟你讲吼，本来俩准讲阮某是咧臀母啊，拢未生。嗯。你知影下过年就有啊？好佳就是一个查囡仔啦。嘛对啦。咱这后生哦，过会做囝。你讲啥？就是因的啦，安尼我也就唔甘的呢，我真无简单才有这个囝，坏啦，安尼我不依，我不依。哦，大林乖乖乖，你要怎样？咱不是早就讲好啊？嗯。因家家财万贯的，足好呀呢。咱囝来做因囝，爸爸永远是我啊。嗯。啊，你嘛是妈妈，以后咱这爸爸妈妈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偌好嘞，对不？啊，你讲安尼嘛对呢。人足久无看到你啊！我嘛足久无看你啊！那呢，我抱你上眠床来。不是啊，你都唔知伊拄啊接到一通电话讲哦，讲银行，讲银行，你家讲，我你讲出车祸，你讲个对啊啦！我是要安怎？你紧起，你紧起，我一个人，我也无头路，我是要替什么事惊？我是要安怎？若无我讲惊，做伙死死好啊啦！我嘛无想要活。这个体格是上可惜了。哎，哎呀，你妈无礼貌了，人安死足可怜的呀。对啊，伊就讲要婆婆去死啊，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因囝哦，讲大意啦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救人一命会进坡道。啊，我这救足一命，我唔拢进溜顶。啊，就是吼，因囝吼，叫因囝过好咱啦。伊就袂去死啊！啊！哦，你拄则是咧甲伊讲安尼哦？嘿呐！哎呦，恁人好人呐！嘿呐！而且你想看卖，你年岁拢已经遮轻，你一定唔讲你的身材佫生成起来变形。你只笑到我手举起。啊，所以哦，所以诶，咱就直接有一个现成的，一个查甫的。啊，你无在钓饲囝呀？嘿呀，我无头路啊！哎呦，安尼可怜啊！你若不爱答应哦，我就跟阮家做伙死啊！好啦，我讲阿袂要，我就阿袂娶，我就阿袂娶。你若无气嫌我吼，若像你安尼，我袂啦。哎，小弟哥啊，你俩会使趁人之危哈，嘿妹。人家你遐伤心啊，你要叫人互你做无？我就比如讲啊，啊，迄个囝我只对无？我才甲饲好大汉，那你好唔好？唔系啦，先啦，先做歹晓啦。唔是啦，我要我的囝有一个好的家庭啊，对不？安尼就对啦，因为阮家足好个。嘿啦，咱家家庭足好个。唔过，我是会当同意啦。啊，唔过老公，嘿，啊，迄别人的种安尼敢好，你敢袂？好啦，别人种就当作家己种啊，好咯。
别人的证，你会当甲当作家己的证？嘿，老公，真实的假？真实的。安尼，我一句话想要讲。什么话啦？你唔知生气未？没。你会生气吼？没。其实，咱那个查某囝是别人的证。阮查某囝是别人的证。老公，你莫生气。老公，我无偷看遐，我无偷看遐，我无甲别个查甫人安怎？我对你从一而终，我干那你一个人尔。无，我相信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。等一下。哈，等你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迄个查某囝吼，我唔是甲别个查甫乌白来，因为我去病院检查，咱两个同齐去啊，因为足侪年拢无生啊。我就问医生啊，生拢未生啊，伊讲我无问题啊，问题是你。我。你是吞狗，你未生。我为着要咱单家吼，后摆有人接遐财产，啊，所以我就隔壁的金子银行啊，啊，我就讲啊，你个道道的，啊，怎啊会当有大巴肚？我拢唔敢甲你讲你未生的消息，我是讲啊生落来就好啊。啊，今仔既然你讲别人的症状无要紧，啊，我讲阿能卡爸爸，我碰这件代志，我嘛是爱甲你讲，所以我坦白甲你讲，你未生，所以我才去隔壁。所以未生是我。是啊。卖哭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我无去嫌你啊。唔对呢。安怎？既然我未生，那呢？你今仔爸爸是啥物啊？人巴肚内个囡仔，迄个查甫甲你啥关系啊？你对人家歹话创啥？阿爸，迄我会惊呢。迄个查甫车祸死啊！对啊。你是跟人搞啥物关系？你讲这啥物意思？无啊。安那？其实我嘛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啥物代志？啊，唔知影你会生气无？我袂生气，咱阿爸，我免来生气，你讲啊。哎，恁人是卡的哦。不是啦，我突然拄下嘛安尼行，我嘛安尼。你会生气无？我袂生气啊，你讲啊。哎，其实伊是我的小三。你是你的小三？嘿。啊，所以巴肚内迄个查甫囡仔。照你讲是我的。是你的。就是安尼，奈讲叫伊嫁我唔爱哦。就是安尼，才要叫伊把查甫囝过给我，要得到阮家的财产。对啊。啊，你这个侥幸失德啊哈！啊，你一天干么拍袂惊？你是要讲你拢袂走呢吼？是啊。我著搁拍。你竟然家己外口甲我娶小三啊！你甲我听看卖，搁生一个查甫啊！为的拢是我的证嘛。你的证你也袂生啊？你有啥物证？对吼，讲讲的，到底爸爸啥物啊？对吼，我哪袂生？啊！你哪有伊的证？系啊。好啦，我坦白讲啦，我嘛是去隔壁的精子银行做人工受孕。啊，伊对哦，嘛是伊啦，也嘛是伊的啦。哪呢？好，这件代志我不爱管，我不爱管讲像是像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林老师，你欺骗我这么久，我决定跟你离婚。没啦。啊，你嘞？没啦。我。这种我嘛不爱啦，所以院长，既然吼我伫你的金子银行内底生这个囝，你也坦白甲我讲，我迄个查某囝的老爸是虾米人？我绝对要嫁阮查某囝迄个老爸，然后我要甲所有财产拢总给因。我给你100万，你甲我讲，我的查某囝老爸啥？后街啊，财产拢没有迄个银啊。对，迄老爸我。啊！哇！等下，我嘛想要知影。嘿，阮囝的爸爸是谁？阮阿哥啦。拢你，恁金子银行干阿你一个哦？无人买来卖啊。所以我大无细的囝，拢是你的。拢我的啦。哦，你伤过分啊你！是阮查某囝的老爸啦，是阮囝的老爸啦。后摆你来保证我生查甫的啦，伊介意我这款的啦。所以来讲，身体健康是真重要。